就是为啥买不了？他进来就问了嘛。你要不可以打电话问一下，看他咋回事，或者说这个扫码看一下咋回事，这也不出现码。这个是咱这个，那个老居村的纪念章，但是他现在好像是，有游客在这购买。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吧。这里边就是它一个也是亭子，对，今天是没有云海，今天是没有云海，但是过几天是有雨，然后云海过几天如果天晴之后就大概率会出来了。知道蚂蚁是那牌子吗？哎，你看牌子是吗？他游客他那个商铺可能还没开门，然后你待会儿再过来看一下也行。看看这个吧，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道德府前面的一个玉如意，大家也都可以就是朝着这个保佑平平安安，事事顺利，万事顺意。这个就是咱这个玉如意，也是非常灵的。对啊，云海日出都是同时出现的，云海日出都是同时出现。去了几次还没有去过这么早，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吗？可以感受一下来这么早。天气正好这样，今天天气，今天大晴天，今天天气是挺好的。今天你看这个天，蓝天，对吧？坐半程索道，对呀，坐一个索道再爬山的话，大概应该三个小时吧，三个多小时差不多。对，坐一个索道大概要爬三个多小时，将近四个小时吧。来看一下，对，然后没有那个给咱直播间点点赞的，可以点点赞，可以双击一下屏幕，点点赞。然后没有关注老君山，没有关注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你看下边这个阳光，这个硬的，对吧？然后到这之后，你听着这个音乐。身临其境就是四个字，身临其境，就是感觉有仙境的感觉。其实这个音乐我觉得挺好听的，这个音乐啊，谢谢这个中清明节送的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谢谢。这音乐练瑜伽也不错，那你们可以，那你们想练瑜伽的可以趁着我这个音乐，就是在家自己做瑜伽啊。谢谢这个用户8607送的小星星，还有这个中心明爷送出的玫瑰，谢谢谢谢。今天没有云海啊，今天没有云海，但是今天有太阳，你看这个蓝天，阳光也非常好，今天天气非常好，也有阳光。
谢谢强强强送出的玫瑰，谢谢任清玲送的小星星，谢谢，还有这个清明节送的抖音，谢谢。讲话太棒了，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还好，主要是这个感受吧，说的就是咱这个来老君山的一个感受，就是作为一个游客来老君山的一个感受，对吧？我是作为游客过来，然后体验咱这个老君山，体验咱老君山一个状态，然后心情的一个变化。什么原因就会没有云海？什么原因就是，就是如果是基本上就是天晴或者说多云那种天气会没有云海，因为一直天晴的话，它可能就是云海出现的概率不大。如果说下雨了，下完雨之后，它天晴了。然后大概率就会有云海了。你也想去山顶上班？可以可以。怎么吐出来了？你也可以画下来吗？这么厉害啊！这个小泉哥是吧，在路上是吧？行，可以，然后到时候来了之后咱们可以见个面，可以聊聊天。下高铁之后，洛阳高铁了之后，到这个老君山的话要坐一个客车，大概路程的话是两个小时左右，大概路程两个小时左右，然后直接就到老君山门口了。谢谢这个清明节送的一个玫瑰，谢谢谢谢，还有乐游天下送的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谢谢。早上看完日出，在酒店待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云海。对，可能云海的话现在估计是出不来了，因为它云海前天昨天跟大前天已经出现三天了，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下雨了嘛，然后前三天都出现云海了，所以说今天估计云海大概率是出不来了。然后咱现在是只能是看到一个天晴，然后蓝天，然后换一种心态看待这个老君山的一个风景，对吧？什么时间段的风景，它跟它心情不一样，他感受也不一样，所以说你感受到过的，其他人可能没有感受过，其他人感受过的可能你也没有感受过，这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来老君山的，但是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再多待几天就能看到了。对，说的是过几天有雨嘛，就是近两天有雨，然后雨过天晴，大概率就会有云海了。河北到河南看云海得碰运气。对，这个云海的话，它不是说有它就有的，它是要有一定的时机。老君山一天能来回吗？一天不能啊，一天来回是不能的。来老君山游玩必须也要一天，所以我建议不管是从哪过来游玩，建议游玩一天，然后提前一下午吧，一天也行，最少要提前一下午，然后到老君山，然后这样的话你晚上在这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能早早的上山，然后游玩，这样一天下来之后老君山也能游玩差不多。对，可遇不可求，但是他那个时间段也不一样吧，他也不是说这个云海也可难遇，他有时候你就对吧，没那么想看到的时候，哎，他就出现了。
现在游客正在上山，刚才听那个咱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听景区的工作人员说马上就上山了。因为现在刚九点嘛，所以说现在游客就是马上在做索道啊，或者说正在爬山啊，正在从那个上山的路线上来，所以说现在目前估计正在陆陆续续的来。对呀，太阳出来了，给你看一下这个阳光，你看这个下边这个阳光照射的阳光，对吧，这就是阳光啊，你看这个蓝天。对，追梦谷和寨沟也是，也可以玩。山顶现在其实没那么冷了，因为出太阳了嘛，然后马上就，温度就慢慢的上升了。然后现在游客，我刚才听说，听咱们景区说，游客现在已经做完索道，然后已经有些游客，已经开始走那个上十里画屏那边了。坐缆车一来回，缆车的话，第一级索道上一个索道，一个路程是15分钟左右。第二个索道大概是7分钟左右，如果说就是光坐索道，坐一个第一级索道，还有第二个索道的时候，直接上来大概又是20多分钟，然后上下总共的话估计要，40多分钟，就是上下全部两个索道，云海出现吧。云海现在还没有出现，云海现在今天没有云海。今天去有雾吗？今天有一点雾，但是不是很大，有一点点，但是清晰度还是可以的。今天山顶最高温度21度，今天反正是升温挺快的也，这马上就慢慢的升温了。对，门票的话门口也可以买，门口也可以。然后没有给咱这个老君山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然后可以点点屏幕，然后点点赞，点点屏幕点点赞，然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谢谢。然后以后也会经常给大家直播，然后前段时间有云海也在直播嘛，就是昨天前天大前天也都在直播给大家看云海，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景色不管是景色非常好的时候，或者说晴天的时候，有好看景色的时候，都会给大家直播。你关注好，谢谢。对，门票实名制，然后要拿身份证的，记得带身份证。好的，一会儿见。之前没来过这个地方，你可以过来玩一下吗？你可以看一下咱这个，景区，咱这个拍的一些视频，你可以点我主页，看一下我拍的视频，然后还有咱现在直播的一个景色，你可以看一下。对，有深入其境的感觉，这个歌曲，你听了之后你就感觉身临其境嘛。然后咱现在带大家去前面那个金店看一下吧，来了之后估计基本上也都在金店那边看，
然后大家我感觉大家估计也都看到过那个金店拍的那个视频，大家估计都知道。他那个视频的话，好多抖音上好多那个老君山的视频都是在这个金店这儿拍的。对，现在人不是很多，今天周一嘛，现在人不是很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金店，然后咱们慢慢的下去给大家看一下。可以慢慢看一下，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暑假的时候
你看啊，暑假都放假了，旅行的人、旅游的人都比相对说比较多一点了。日落看完能不能下山了？日落下看完的话，估计还可以，但是尽量吧，尽量看完日出之后立马下山。然后咱们景区工作人员也有那个就是喇叭，就是可以就是通知大家，如果说通知大家之后，大家要尽快下山，如果说不尽快下山的话就下不去了，他会有提示，到时候你们可以听一下。咱们这个日出是大概六点半左右，日出大概六点半左右，有些时候景区会等到大家就是看完日落，有时候会先快。然后咱们这个上就是山上这边也有那个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什么时候该下山了。大众，今天的名字拍一下是吗？
今天的名字只能拍到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吧。母仪天下，就这个，大家可以拍啊，这个可以截个屏。大家想截这个母仪天下这个名字的话，可以截一下。好，然后咱们现在是转一圈吧，来转一下看看。小哥哥，基本上这几天都在直播，对，这几天都在直播，然后下午也要直播，下午的话会给大家直播那个日落，下午的话会给大家直播日落，然后的话上午直播完之后，下午也会直播。想截一下金店的飞檐，金店的飞檐怎么截？姚妹儿，我听着怎么这么我感觉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姚妹儿，是不是上次见过啊？是你朋友还是啥？就是在那个索道口那边说堵我们什么线下单杀，是不是？我感觉稍微有点熟悉。果然是我，不是线下单杀，这个说着玩的。因为啥吧，他们就是当时也有一个姚妹儿，就是我跟我师傅在直播，然后那天就是我俩坐索道不是准备下山了嘛，因为那天直播马上结束了，他说他也在那个索道口，然后他说他不上来，我说你为啥不上来，他说他要堵我跟我师傅，然后我跟我师傅就坐索道嘛，然后就下来了，是吧是吧，你看我就说嘛，见了一面，两男两女，对，他跟他朋友好像是。对对对，我们坐索道下去了，然后你们那时候也是下去了还是准备上索道？我当时也忘了，反正大概是两周前吧，两周前见的应该是，对吧？哎，不是两周前，不是。过年前，年前吧，是不是年前？我记得是年前跟年前是，我记得是年前。拍拍同龄，可以，你们拍拍同龄。你这个锁我是砸不了的，你这个锁我是砸不了，我的纯手砸不动。砸不了，真砸不了，啥也没有，连工具也没有，弄不了。小哥哥估计看不上我，哎呀，小哥哥就工作狂，打工人打工魂。住宿的话，咱这个啊，对。咱这个住宿分山上跟山下，真巧不了，啥东西都没有。对，网红小姐姐没有把她的那个老虎钱留下，她那个视频也挺火的，是吧？当时也有现在将近70多万的点赞了吧，那个我之前也看过。小哥哥22了，小哥哥再过几年马上奔三了。这是河南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景区，国家5A级。转一圈是吧，带大家看看周边的吧。
过了20就奔三了。说的我怎么感觉突然老得这么快了？这话一说，我就感觉马上我现在就是30的人。谢谢这个佐佐大人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谢谢。车可以直接开到索道下边，可以直接开到索道口。别给小哥哥心理压力，这不是心理压力，这是年龄压力。很正常嘛，很正常。对啊，今天这个蓝天，然后阳光明媚，对吧？也是，然后山上空气独好，空气清新。对，蓝天白云，今天没有雾，今天没有雾。对，这会儿游客还没有上来，这会儿游客还没有上来。然后咱没有给那个主播点一下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给老君山点一下关注，可以点点屏幕，点点赞，动动你的小指头给主播老君山点点赞。结婚后这些年没有出过门，可以找个适当的时间嘛，找个适当的时间，然后出来转一转，到老君山游玩一下，偷偷去看小哥哥，然后惊艳所有人。可以可以，惊艳所有人，让我惊呆一次。索道是八人坐的。姚妹儿，对，姚妹儿是不是咱们是不是之前年前是不是见的？我记得是年前，不是年后了。我记得是年前我最后一次去老君山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就马上过年了，快。对，五一出去，五一可以出来啊。啊，那我就没记错，那就是年前那次也是，早上直播了一个日出，然后直播到大概中午吧。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然后碰到了，这是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昨天下午是我直播，对，昨天下午也是我在直播。离洛阳有多远？离周末人挺多的，周末你。我估计看直播的昨天也看了，估计昨天人挺多的。明天可以过来玩。对对对，昨天上午是我师傅在直播，然后昨天下午换成我了。明天可以来玩啊，明天可以来玩。爬上来的话就是做完索道，大概走个山路，走个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希望每天都是我直播，声音好听。我师傅声音好听，我觉得我声音不是特别好听吧。我觉得我声音嘎嘎叫，就嘎嘎嘎嘎嘎这种，觉得不是很好听吧。我可能我自己听着不是很好听，可能是不是每个人就是自己发语音，自己都不听自己的说话，自己听自己说话感觉可难听。我就是这样，我发语音我就不听我说话，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抓鸭子，可以可以抓个鸭子，抓鸭子，抓几只？抓五只，抓到了，抓五只，抓到了。明天去玩可以吗？可以啊，明天去玩可以。明天玩了可以。主播是景区工作，对，主播是景区的。嘎嘎，抓一百只抓到了。你这个维西，你要说抓一百只，那评论区有人一百个嘎。我跟你说，我真佩服你了。要是真抓一百只，那真的太厉害了，佩服！抓一百只，直播间人够了，没人给你嘎。你看有几个人嘎？我刚说五只嘎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也没有五个人嘎。主播语气非常温和，说话就是。比较温柔，温柔一点吗？应该还可以吧。可以录一下吗？可以啊。你自己嘎了不算啊，你自己嘎那么多不算。可以看见你说话，我看看啊，我上面翻翻。主播，你说，我看看啊，我上面翻一下。景区好，对啊，景区好啊，山上可以住，可以住，可以住。对对对，今天也不冷，今天也不冷，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已经有点热了，现在已经有点热了，才九点半，现在已经有点热了。老君山高啊，高啊，老君山海拔最高2217米，海拔最高的2217米，伏牛山主峰。不高，2000多米，对，不高不高，也就2000多米，是不是？不高不高。对方屏蔽了你的信息，并对你说了个呸。好家伙！然后你是不是还想说一句“不要劝我不要不识抬举”？对啊，今天都是晴天啊，今天都是晴天，山上温度我估计待会儿的话也会挺暖和的。我现在穿了一个黑色的，就那个棉服，现在稍微有点热，劝我善良。好家伙，你俩合伙起来欺负人，你俩是不是商量好的？为什么叫老君山？这是老君嘛，老子，所以叫老君的山。劝我善良。哎呀，好家伙，你俩绝对商量好了。你看，我刚刚说完。不要劝我不识抬举，这就有人开始了。长这么帅，这声音这么好听，可以给我免门票吗？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哎呀，好家伙，你们合伙起来欺负主播了，开始敲诈主播了，是不是？咱又不是花生油，你不能压榨。对。老子休养生息，然后悟道，在这儿修仙的一个地方，就叫老君山。道，老君山有道观吗？有道观的。来老君山的来历，他觉得老君山，老子他为啥到这儿了？他是，就是各个地方。游玩，然后后来发现这一片仙境，
然后有那种仙境的感觉，然后最后老子就在这儿，就是那个啥，休养生息的了，就在这儿住了下来，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老君庙。好，谢谢这个要啥自行车送出的粉丝团灯牌。道观的话，就是他那个他庙前边，然后整个的道观区。新建民宿，哎，图外面的涂料，要不然太突兀去。谢谢主播。哎，不客气不客气。谁修建的这个的话，谁修建的倒是后来他是刚开始是那个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然后刚开始是只有一个老君庙，后来是到了这个老君庙是魏晋时期建的，然后后来之后刚开始只有一个老君庙，后来就逐渐的把这边又建了一个道德府，大家可以看见了吗，那个上面那个道德府。老君山泰山谁高，老泰山我不了解，咱就知道咱只知道老君山。全程爬山，对，7-8小时，对对对，7-8个小时。可以预定，应该可以预定，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咱那个直播间也有那个就是可以让你们住的，就是金顶青旅也可以预定。价格嘛，其实山下的话是就是一间房一间房嘛，山上的话就是一个铺一个铺。对，是老子云游天下发现了，对对对，就是这里，就是老子云游天下嘛，然后发现这里云游仙境，人间仙境，然后适合悟道的，适合就是休养生息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在此隐居修炼了，然后就在这儿悟道成功，修炼成仙，就是这么一个来历。对，这个词我听得好熟悉啊，这个词我是上年8月份我在这个老君山那老君山有一那时候有演出嘛，就是上一年7月份的时候，7月15那会儿到8月有演出，就是那个你们看过吗，就是有一个九天玄女跟一个就是老子还有两个道童，就是修炼丹了，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就是台词里边就有一个这么介绍，但是具体的那个词可能我就是记不起来，但是我这么一个道理我还知道。主播不上道啊，主播是来介绍景区的，那不能光个人跟你们好家伙是不是，主播这也是工作时间还是要正那些什么正规正矩是吧，不冷就风大，现在风也不大了，没风了，现在就是有点晒了，现在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晒了。上面一段爬山还得个做完两个头子之后爬山1.5个小时左右吧，就2个小时1.5个小时左右。对，只要没风就不冷，现在就没风了，现在一点风都没有了，我是没有感受到风了。可能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牌子，这个树叶动都不动了。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太阳，这个阳光。主播就啊，带你们四处看看。对，你上道吗？咱直播间的，你看啊，
主播偶尔可以跟你们聊一聊，对吧？大多数咱还是要带你们看景色的，就是偶尔咱可以说两句。直播间的你们可以聊，你们可以聊。要不要你俩组成一对儿？你俩组成一对试试。还小，有多小啊？到店内看看，店内。啊，你说那个这个店里边吗？进不去，现在店里边，这个店里边是，现在这个寺庙都不开门，这个庙都关着门了，进不去都。低头捡钱包，我要是今天捡一个钱包，我真的，今天说明我的运气非常好。但是我运气好像没有这么好。宠物可以上山，可小有是有多小？自古老君山，得道成神仙。是的。那我也不得，人家小着嘞。对，窑门小着嘞。听着，窑门，一看就是王者荣耀人，就是玩窑的，是不是？没有开门，都没有开门啊！现在寺庙都没有开。Hello， 然后那个，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吧。你再多了解。